来先讲解一个闲鱼流量掘金项目啊，500%，就是5倍的暴利绿色蓝海项目啊。这是大家看看这个项目十分简单，只要你会截图就可以，无需剪辑，直接用备忘录打字，然后贴上图片就可以。项目只需要一部手机，非常适合零基础的兄弟啊。图片流量也非常大，算是小众项目，可以实现3次变现。目前做的人是比较少的，抓住机会的话就可以了。作者也给大家准备了素材库，直接领取，找作者领取就可以了。课程的目录包括这一个项目的介绍啊，5分钟打造一个引流每100家的这个爆款作品，用3句话引导粉丝成交啊，这是话术，大家看看，还是挺高的，这一个成交额还是挺高的，大家看看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这项目的简介，里面是这一个视频教程啊，视频教程，大家看看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闲鱼流量掘金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